这地一松，菜苗蹭蹭的就长起来了。你看这柿子苗长得多快，茄子也长了。其实这以前咱光浇水，它那地都浇瓷了，它闷在里面透不了气儿，就长得慢。我都差点去拔它去，给它来个拔苗助长。咱这属于上，咱这属于过把瘾试验基地，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，对，就这三种。过把瘾，咱种的就晚，不过咱们肯定能吃上。种的晚，咱就吃的晚呗。对。那鸡粪我都晒得差不多了，撒点它天然的这有机肥。对对对。这样它就估计长得更旺了。你看这苹果长得多大了？你呀，梳理一下就感觉鬼子蹭蹭的长了。对，妈，来，咱这苹果多少能吃上？这还得两个来月吧，7月15左右。这还得七八十天嘛。对。坐到苹果树底下吃，到时候。嗯哼，太幸福了。妈，哎，昨天吃的美吗？没，吃的还撑了，点那么多。那才点几个菜呀、啊？昨天过节了嘛，咱也算是。是，昨天咱们吃撅片了。撅片啊？嗯。想吃撅片，咱就吃撅片嘛。那我爸呢？你爸，嗯，你爸是个老顽童，天一晴就走了。就算肯定是有人叫呀，那是。他爱玩就玩去呗。哦，那吃撅片咋吃啥的？肉炒的、蛋炒的？肉炒的吧？嗯，蛋炒的，不吃肉，不吃肉。今天依了你，反正昨天已经吃没了。那吃啥？吃西红柿的。西红柿吧。西红柿鸡蛋。对。那家里也没西红柿了，我还得出去买点西红柿去。那要买菜你就赶紧去吧，快去快回，天落不好还要下雨。行行行，那我去买菜去。好。你给称个灰色白吧，3块钱，3斤。柿子怎么卖？2.5块。这是咱本地的吧？对呀、啊，5.9块。啊，行。大家好，我是黑哥。今天老妈想吃炒揪片了，我到市场上买了点柿子和灰色白，还给小兔子要了点菜样。这今天速度够快，还没等它雨下来，我已经到家了。哎呦妈，你这把桌子倒给弄好了啊、哦！你挺快的嘛。买个菜还不快啊，你别不是说要下雨了，我又不在外面晃。哎，利落利落利落。菜买回来了。好，这一袋子是啥呢？呀，我给俺那个卖菜那姨要了点菜叶子，不是喂他兔子呢。啊，还想着你的小兔子。你买回来了，我就开始做。大家好，今天特别凉快，我做一个我们北地的特色面食炒揪片。我先把面和上，盆中是500克面粉，我在面粉中加1小勺咸盐。提高面的筋度，把盐和面粉搅匀，搅匀了，凉水和面，先将面粉搅成絮状，少量多次加入凉水。今天要吃揪片，面要扫纹和的硬一点，这样做出来的揪片才好吃。面已经搅成絮状了，现在我下手和面，把面絮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这今天我爸不在，我爸要在了，让他和面才带劲儿的。那面吃的，估计本来能吃一碗，就吃半碗就饱了。我爸和面，我就谁都不佩服，就佩服我爸，怎么做到的？一点点水就把那面就和成了。劲大吗？不是劲儿大，他那人家就确实里面有道行着了。面和好了，盖上盖子，让它醒半个小时，一会儿再揉一遍。面团就更光滑了。吃醒面的功夫，我准备一下炒揪片的材料。我做了点水，把柿子皮烫一下，把柿子放到开水锅里，把它翻个个儿，烫一下就好了，大约20-30秒就可以了。现在我把柿子捞出来，柿子已经凉得差不多了，我把柿子皮扒一下。柿子皮已经扒好了，我把它从中间切开，去一下柿子的蒂儿。现在我把它切成小碎丁，柿子切碎一点容易炖烂。儿子，你看这柿子已经起沙了，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做西红柿酱了，是吧？今天咱多做点。柿子全部切好了，我再切点灰子白丝儿，炒面里面搁点灰子白丝儿好吃。好了，灰子白丝儿也切好了。最后再切点葱蒜，葱切成葱花，葱蒜辣椒就全部切好了。面已经醒得差不多了，我把它再揉一下，这样再揉一下，面团就更加光滑了。面团就揉好了，面团比刚才光滑多了。我再打3个鸡蛋。准备工作全部做好了，
我先把菜炒一下。起锅烧油，热锅凉油，在锅中倒适量的油，把鸡蛋先炒一下，油温六成热，倒入打好的鸡蛋液，鸡蛋炒好了，把它盛出备用。再次起锅烧油，油温五成热，将切好的葱花、蒜末倒入锅中，葱蒜爆香，放入适量的五香粉，再放一点盐，激发出葱蒜的香味儿。葱蒜爆香后，倒入切好的灰子白丝，把它翻炒均匀。炒至转身后，倒入适量的老抽提色，再倒入适量的生抽提鲜。现在倒入切好的西红柿丁，把它翻炒均匀。你看这柿子已经起沙了，把它兑得糊糊的，吃起来特别好吃。在锅里加两勺盐，把它炒匀，再加入提前泡好的花椒大料水，开大火让它多炖几分钟，将汤汁兑成粘稠状就可以了。西红柿已经兑了五分钟了，已经兑得特别糊了。现在将炒好的鸡蛋倒入锅里，再将辣椒丝也倒锅里，把它炒匀。好了，关火，菜就炒好了。现在开始擀面，在案板上撒上面糊，将揉好的面放到案板上，再揉一下。面团已经非常有韧劲了，将面团按扁，用大擀面杖把它擀圆擀薄。面饼已经越来越大了，我把它卷到擀面杖上，这样慢慢的朝前擀，这样面饼就会越来越薄，再擀一遍就可以了。把它擀成两毫米厚的面饼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已经擀好了，我在面上再撒点面糊，然后把面卷起来，把它折叠起来，这样好切。把它切成10厘米的宽条，切成这样就可以了。锅开了就可以揪面片了，锅已经开了，我开始揪面片。这一大锅咱俩肯定吃不了。你爸晚上回来还要吃了吗？哦，我爸也爱吃这个炒揪片，好像咱们山西这边都爱吃这个，是吧？面食咱们谁都爱吃。哎呀，那菠菜洗了吗？哎呀，忘了，我赶紧洗，能赶上吧？赶上了。差点忘了这点菠菜，老妈不提醒就忘了，我赶紧把它切吧切吧。我都切好了吗？哎，好，妈揪完了就一下就可以了。我跟你一块揪吧。揪。人多力量大嘛。就是。咱俩要是太做的好吃了，吃完了我爸回来就没吃的了。好吃也得给人家剩点，这个揪片后让它多煮几分钟。用加凉水吗？不用加，加的水粘了。将切好的菠菜放入锅中。妈，你知道这菠菜多贵吗？多钱？6.5一斤，这赶上啥了？就这菠菜以前5毛钱，我1块钱买一大把。过年的时候这菠菜都没这么贵。现在好像就不是吃菠菜的季节。面已经煮好了，把它捞到炒菜锅里。把它炒匀。这一斤面做这么一大炒条。做的有点多了是吧？不多，你看你儿媳妇给你发挥着。炒揪片就做好了。美的多了这，哎呀，今天晚上又点美。关火。
准备开饭。你要蒜吗，妈？我不要蒜，你要蒜。吃面不吃蒜，这香味减一半。这面可入味了。入味吧。嗯。我就爱吃你做的这炒鸡片，外面它根本不行。嗯，没老道，没老道。吃这个绝片啊，拿勺吃最过瘾了。拿筷子，筷子使不好的，他吃的还没这勺快呢。今天多吃点这菠菜，这么贵。菠菜比鸡蛋还贵。嗯，这柿子确实好吃了。嗯、这么说，现在吃西红柿鸡蛋是最美的时候。在外面就吃不着这种面，他们外面做的，他那菜哪能炖拿这么长时间？把那西红柿炖到糊糊的那种状态。那个、西红柿酱制的哈。嗯。过两天咱们就做西红柿酱。能、嗯、等镇上，咱哪天咱风机咱去转一圈去吧，咱。我一说赶集，我可高兴了。嗯，我现在给咱舀面汤去吧，咱一晾上一会儿。行。热点汤，晾晾。看这面汤糊糊的嘛。好。明白没？啊，没。原汤化原食嘛。对。以前大碗喝汤，小碗吃面，粮食紧张。现在条件都好了，咱大碗吃面，小碗喝汤。多搅两下，他就把那个热气放放。我这着急，我吃不动啊！我应该跟你一样，先舀半碗，吃完再舀。嗯，这个就得边搅边吃。不行，女儿等不及了。简单又好吃的炒撅片，大家学会了吗？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喜欢黑哥的作品，可以在屏幕右下角帮我点个关注，顺便再帮我点个赞。黑哥在这里，谢谢大家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